我们现在去台东，我们要去台东看热气球，然后接下来明后天就是要去绿岛，绿岛玩两天，所以总共是三天的行程啊。对，然后我们就现在要去拿机票，就是有人订错票，订到前一天的，但是还好有及时发现。香嫂就是我，他订到我们是8月7号早上的火车，他订到8月6号早上的火车。我们人要往好处想，你看我们现在订到了飞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睡到自然醒。认同我的爱心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观景台，松山机场的观景台。是松山机场他们的飞机模型，这是波音767-300ER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登机喽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是屏东，我们现在在台东。然后现在我要去找我姐姐。妞妞。现在来到那个
台东鹿野，然后我们要去看热气球。Oh my god， 超漂亮的！这里根本就是天堂吧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他们热气球要起飞的时候，然后坐这个热气球啊，一次大概差不多7000块新台币。然后你有钱也不见得拍得到，哇，超美的，然后视野超级好。然后呢，现在上来这边吃鸡腿，我们现在在吃那个阿红炸鸡，他们小球都在这边。相机看不到，但是肉眼看得到。超漂亮的热气球，然后他们今天呢准备了14个热气球，然后因为今天天气很好，没有下雨，但是现在已经处于阴天的状态，所以我们还蛮幸运的。而且现场超多人的，这边全部都是人。现在热气球在喷火了，但是我们准备要离开了。哦，好漂亮哦！我们现在准备要离开喽，凉拌金针，还有海蜇皮，然后这个呢是他们主打的米粉汤。现在来到了台东的观光夜市，然后人超多。这边就是喜来登饭店。这是你家、哦、我爸爸开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它是很厉害的挂包。假脚托。